那位男星，男星老板，老板娘啊，我这里边女娃子来给咱敬一个尊茶哈。这边是我们的男星，啊，男星从历史呢，他是从人什么的，啊，大体来说还是行。市区了哈，来，我们可爱的棒马仔，来，我们的棒马仔可不可爱？没有，都是深山的棒马仔。然后从这边走过去的，我去拿它。
来啊，很快啊，做直播，我们喊一下，鹿港加油！这两个优先。
直播卖给了
桃园龙德宫走去。哎、欸，我们叫网，我们网友可是拼命的跟大家讲幸福的呢。大家好，我是桃园龙德宫活动课课长廖龙友，非常欢喜，非常的高兴，没有回到鹿港天后宫来参加助驾。那我们用非常欢喜的心情来这个鹿港啊，来参加这一天的绕境。我们今年啊，招了非常多的香客、善心大德跟我们一起。那平均年龄都只有22岁，跟我们嘉文的年龄是一样的哈。平均年龄只有22岁，展现我们非常越来越优质的司马祖的精神。那跟我们鹿港天后宫每周天上圣母的精神一样哈，一样的。那因为啊，鹿港哈，天后宫是我们的阿宙级的啊，是我们司马祖的阿宙级的这个算很高辈分的。那所以我们知道啊，今年啊，今天要来鹿港天后宫，我们一大早就起一个大早，就这个带着非常非常愉快的心情来这边参香，来这边助驾，来这边跟着司马祖来走这条功德路。真的谢谢我们，谢谢妈祖哈，带领着大家走这一条功德路哈。功德路包含就是说对自己的认知，以及对妈祖的信这份信仰的尊重哈。你可以看得出哈，我们司马祖带出所有的信众哈，是一份哈对社会的责任，看得出来哦。我们往这边看过去，我们要颠覆的是所有绕境的传统，不一样的思考思维模式，可以看得出来。虽然我们绕境，虽然我们有放鞭炮，可是呢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随时随地的维护环境。环保志工队包含桃园龙德宫的环保志工队，以及我们鹿港天后宫的环保志工队。在我们走过去之后啊，其实我们的所有马路啊都会变得比较非常的干净，所以希望说哈，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绕境过程完毕之后，能也维护我们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整洁。我刚刚网络上面看到那个谁，我们的网友说大家都辛苦了，你知道吗？辛苦啊，我们是走了一条欢喜路，这条路啊走得非常的轻松。希望说如果有机会，我们的朋友都能一起来到现场，但没有机会没关系，因为今天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要上班，但是啊，我们就让小编啊带着大家一起走，我们跟着我们这些桃园的好朋友一起跟着妈祖的脚步慢慢走。所以你们没有来现场没关系，只要拼命帮我们按赞就好了。好自动队那些扫地的一些朋友啊，用力按赞，他们真的很厉害。
会计还真可爱，跟着轿子的后面走，表示说这个人应该技术也不错啊，飞得蛮低的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那个神秘的人物飞得蛮低的那个在哪里呢？赶快小飞闪一下给他。好，赶快闪闪开，他们没看到，他们没看到。救了小编跟主播，我们这一次谢谢我们，来，我们中队说呀，队兄，快点来啊，来啊，跑，来打声招呼 ，Hello， 谢谢谢谢你们，这个协会每一次哈，只要我们有大型活动，他们都义无反顾的全力支持。Thank you.
再让大家前一天哦，再往上走。请保佑咱早上，咱早上有咱。
到咱鹿港路，今日要主驾伫咱鹿港天后宫，收到咱彰化县咱的馆长嘛已经来到现场，啊，以及咱鹿港天后宫咱的张主委率领咱所有的委员、干部、技术人员，来司马座接待。司马座，有哪收到？啊，司马座，来来，欢迎咱。所有的咱的基层基层人员，以及所有乡亲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和谐。我们第一个镇头就是我们天后宫的前导车，已经即将哈抵达我们鹿港天后宫，队伍真的非常的长，也可以感受到信众非常的热忱哈。虽然天气阴阴的、凉凉的，但是还跟真的哈，大家身体哈都非常的暖和。感谢妈祖赐福，让我们真的这一趟路来哈，走得都非常的顺利。桃园龙德宫，今天晚上如果有朋友哈来得及的话，今天晚上是11:15从鹿港天后宫起驾，晚上是11:15从鹿港天后宫起驾。大概10:30开始啊，陆续就会有很多人来到鹿港天后宫这边，所以如果有时间的朋友啊，要把握机会。如果待会啊小编有中断的话，不是我们的网友不够热情，是因为哈小编没电了。
着咱的蓝心哈，咱的蓝心，蓝心老板老板娘哈，我准备着牛蛙走来给咱的庆祝的贺卡哈，今天是我们的蓝心，蓝心从历史的发明成员九八九。可不可爱？没有，这是最深的爸爸。
福大家，希望妈祖来带给大家幸福满满，健康一百分。谢谢我们主委的那个赐福，我们一定会健康一百分。现在呢，小编呢就带着大家跟着四妈祖的脚步走一趟，好不好？这两个优秀。